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!天才也就这样，谁叫你知道太多秘密了，就乖乖留在这里吧。这里就是宏远村吧？看，村子的房顶都是红色的，这么鲜艳的红色屋顶很有可能是海德先生最好了，让我们来执行这个传闻中的任务。这村子人影都没有，果然好可怕。我们回家吧。哎，好吧，我想回家睡午觉了。听说宏远村有一道美食是最出名的哦。真的？哈哈，它叫什么名字？在哪里？果然还是西亚最了解疾风兽。看来村民都离开去避难了，所以房子都空了。哎，别说什么美食了，连颗红糖都找不到。我先睡睡。他们要到晚上才出现，我们就在这儿等吧。真的是蛊惑兽，蛊惑兽最讨厌红色的东西。难道是村子里的红屋顶惹怒了它，所以蛊惑兽才要破坏这个村子？疾风兽，我们来对付它。是什么事了？一定是他来了。哇，大猩猩！原来破坏这个村子的是这只大猩猩。啊，人越多越好玩啊！接招吧，蛊惑之眼！小心，别看他的眼睛。什么？冲啊，凯爷兽，烈焰冲击！哈哈，好玩，好玩！凯爷兽，哼，不过是幻觉，我才不会输给你呢！哈哈，这不是很愉快吗？你看他们玩的多开心，让你也试试蛊惑之眼！哼，你这种小伎俩，对我是没用的。你想怎么样？那就试试威力更大的幻境之眼吧。哈哈，你的过去好像很有趣呢。不要。嗨，If
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!